的亲彩朋友，你们大家好，今天是一月二三，一二三呢，哇，顺利。原本的是上个礼拜的今天，我有跟你们讲，我人在山区，在那个丹宁的一个吊桥那，那临时的是哪，穿过来的便当，我就在吊桥遐食起来，吼、哦，恁有看我困伫遐咧食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的是喏，这个丹宁呢，佮较起里遐都有一个山庄，啊、哦，但是他要入门票的，那呢又要预约。那老板讲伊即嘛，吼、哦，也佮较无想要开放的对啦，哈、哦。那种种的考量啦，哇，这31度的天气啦，我这两天为着拍遐有机的是喏，吼、哦，他讲讲过了，刚刚啦，伤过热。所以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中暑吼会死人啦。所以今仔同款阁遮尔啊热，转长临时，无本来今天是我的休假日，我是要带着我的员工呢来去趣味一下啦。啊，你也想看讲的是啊，遮尔啊热的天，若行伫吊桥顶，是毋是会热到冻袂掉啦？然后的时阵吼，确实遮拢年岁拢有啊，就拢差不多拢高层拢得要到的时阵。咱阮去迄个山庄啊，吼，伊嘛有一个斜坡啦，唔是通互你平平无无无，嘛是安尼，所以我考量，哎，无下，吼，你若讲较少年嘞，有可能，所以讲昨天临时呢，哈，临时甲改变讲，那安尼，咱去别人遐，伊嘛是一个凉亭啊，两块椅啊，啊，2块桌啊。安尼入门票一个都要200块啊，吼！啊，要食茶你家己行，要泡面你家己泡，你带你会当摕物件去遐煮去遐食，吼、哦！你要去遐煮大锅菜上也拢可以，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厨房都会给你使用，所以讲蛮不错的啦，啊、哦！那但是我就跟你讲种种考量，就全取消，既然人。阮会想去买去人遐，其实人足爱来我家，哈、哦，伊迄是一间啊细细间，无上盖无咱要人一片遮尔啊大片，哈、哦，啊上无伊安坎坎坷坷，无咱遮嘛安平平，哈、哦，所以讲的时候，伊啊嘛下一挂谷物，我昨嘛甲恁讲，我的丐帮谷物我嘛是出来啊，所以讲人介意来咱家，哎，讲到遮，我答应你们，哈、哦，根本都唔免入门票。恁大家想要来我家厝边，哈、哦，坦白讲一下，我就把场地就借给你们。恁要来家欢乐今宵也好，恁即卖恁想讲一下，朋友招招，要来家厝边也好啦。总归一句话，我这个地方可以借给你们。那要费用吗？不用，我要两支香的甘蔗，伫边边给我摕来，哈、哦。那所以讲，今天临时决定呢，在这边啊。做这个便当的工作，然后的时阵啊，哈，我对因有所要求，结果因今仔日呢，有诶有过关，有诶无过关，因为今仔有过关的奖金呢，啊，也是蛮高的哈。为虾米呢？哎，进便当来外口买，直接是80-90吗？我得买1000块给伊，是不是加了10倍啦？啊，所以10倍伊就爱做甲好，我满意。都爱有古早味，迄、那个味给我出来，哈、哦！啊嘛爱符合我的条件，啊无我哪办马马虎虎、清清菜菜，是毋是的？像哎呀，这个丐帮主安乱七八糟，哈、哦！好，我即马来先我讲起，哈、哦！因为我的菜啊，哈、哦，我若煮了你看无，哈、哦！迄个我的便当，哈、哦，那有搞无啊？搞无啊？我妈妈拢切只大地哦，安尼只大地哦。安尼接大地哦，当时我妈妈吼，鞋我嘛无落，哈，伊干那这个干尔，迄个我的食法就是安尼，一个便当内底都有几啊块济啊，这属性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妈妈唔知安怎，这当年这个过年前后，吼、哦，逐顿落咧食济，哈，这叫做搞搞搞的搞我菜，你看伊一夹，等于讲两夹、三夹，安尼切起来就一半呢。啊，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哈，那依恁即卖食法，炒姜，甲两个半小时，炒葱啊，炒蒜啊，迄个我的妈妈，人伊就会炒豆腐啊，真正，吼、
啊，即马炒起来，即个菜呢有豆包，伊就咸淡。啊，所以讲你配饭的时阵哦，就配足下落。啊，你若讲炒韭的时阵啊，哈，就无通啊遐尼啊咸淡，因为豆包啊内底就有一个咸淡就对啊啦。所以讲也是感觉讲，哦，若有这就真好食。好，这两菜呢，会当讲自古早复古到今嘛，有改良无？没有，好、哦，无改良。到今个油丸啊，阁是搞无啊，好搞无啊。然后的时阵啊，哈，因为阮在台东吼，马有客家人，客家人哦哈，所以讲阮迄个马啊菜，就是迄种咸马啊。就安尼像一支咸迄种复古的咸麦啊，但是阮的客家菜啊吼，客家人吼，伊就会去种这個，这叫做孔雀麦啊，就像孔雀开屏安尼，哈啊，就是迄个客家大屋啊，所以讲的是啥，阮无种，是阮妈妈拢会去甲勒，你几箬啊，给我吼，哦啊无我搞无我甲你换吼，啊所以阮就有通好食这個。那这个麦，这个麦啊呢，伊的寿命真长，几乎差不多的时候，伫差不多十月种，到今麦也阁有，经过三四个月，一直甲拔，一直甲拔，拔拔拔拔到一支麦啊，算这么大支啊哈，要阁咧拔。啊，伊不管外老哦，煮起来拢足幼意的。然后你明明甲看，伊是白雾白雾哦，奇怪，落鼎落了，炒起来是青喷喷哦。所以咱遐种一撮。咱去年的时候，真无简单去甲迄个育苗农买到几丛啊！伊讲这顶头摕来，因咱遮屏东无，那迄几丛我就互开花，啊籽落落，所以我这回是捡籽来掂两个足大个，只有是过年前食甲紧。所以讲伊的口感甲啥物大陆麦啦，甲啥物完全拢无共款。好，安尼这个菜就是足赞足赞，吼，介高赞。那若讲我。这个龙须菜，因为阮爸爸的咸鱼吼，种伫嘛嘛，种伫山顶，阮的咸鱼料嘛是伫山顶，所以讲的是啦，阮逐工若去甲阮爸爸送便当，拢爱经过溪沟啊，所以讲回来的时阵吼，一定爱慢，无慢，阮永远无菜通好食，非慢不可，哈。那呢，伊个有生粒啊，吼，我现在临时要找无，搁有迄个龟粒的。规粒等下，阮妈妈就甲用豆类落落落，规粒全落落，滚滚滚滚滚，到的时阵就全烂粿啊呢。吼、哦，那个下饭啊吼，就是足好食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阮的便当若有一，阮妈妈拢会下足大地啦。我像迄个像菜头箍啊呢，吼、哦，啊全落滚，啊便当内底若有一粒一地，吼、哦，安尼就真好食。那恁拢知影讲，这叶叶迄个龙须菜的叶绿素？炒起来，你的便当到过头，伊袂黄褐褐，袂像别种菜安尼变色变咖啡。好，所以讲这是咱种园啊有诶，我会再逐支种，转走去甲买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哈，好做高油菜，唔知安怎奈好做高油菜，我唔知。这是野菜，但是伊无规年通天有，所以我来讲清炒，世间有三野菜，第一就是乌甜野菜，伊我若摆伫内底，第一乌甜野菜，第二椒形野菜，第三就是这个高油菜。唔知狗仔拢会去遐甲转摇摇，我是唔知。那呢，伊吼麻麻，但是口感也蛮不错的。所以讲，迄个时阵，阮的便当，阮就有这项菜。啊，无啊多，无去买菜，啊，就是买这个野菜。伊成本拢会出伫个菜锅顶，啊。那唔免讲，这个乌甜啊呢，成本，迄个时阵都一定都有啊。好，这就是现代也好，复古也好，我还找得到我的记忆。最香甘蔗是我的专拿手啦，是安怎呢？哦，啊，阮爸爸都咧割咸鱼，有咸鱼草，逐工都有咸鱼草。那迄土拉库再几台的甘蔗，拢爱为阮兜的门下口去过啦。哎呀，阮兜门下口迄条路吼，来到阮遐小看啦，小看有安尼小看转弯，啊个小看夹夹吼。所以土拉库来到遐拢，算行无啥会去啊。
吼、哦，你拢唔知我外高怪啊！为后边迄个后边拖拉机后道，甲扭咧安尼啊吼，我人就爬起了，吼、哦、啊！伊感觉规背按袂落来，就一支就甲抽甲抽甲抽，吼抽断啊了，上欢喜，赶紧摕来去嫌臭头先开始甲烘，开始甲烘，哇！你啊看，我今年七十岁啊，我真咧讲的是已经六十几年前的代志啊，安尼无好过吗？那我今仔日咯，还搁咧做这个工课哦，哈、啊！我昨做个烘两三点，我今段在底下在开始咧控呢。所以讲的是哦，这种古早的气味，恁今已经无法度克，无要紧，哈、啊！飘飘飘，倒倒落去个控，伊个烘过的原汁起来甲恁。唔免讲啊，化痰止嗽，固气梗，固筋兼固骨。我拢一直甲伊讲，这支甘蔗有食的人，后壁这支筋骨啊特别用。好，总归以上，即卖就是我的。然后的是喏，我今仔日有煮到一卡番薯签糜，番薯签饭。所以讲的是喏，只有一卡足大卡的地瓜签。你今日做到几只？我怎个送好人去啊？好，我的小姐今仔甲我讲，讲伊今仔是煮大腿鸡签，啊，无今仔是爱叫伊煮番薯签，结果昨最后一个人客，人免甲两块足大块，全送互迄个人。好，所以讲确定啊呢？你啊看，啊，我干那食，要食的时现去甲煮，现来甲切。现来个食呢哈，我都回归到我小时候的时候了。赶快看点，我买了个插导播啊，哈、哦，一样的味道就出来。好，我真好，恁看一个讲，咱的副帮主，我唔知影讲伊今日即个哈，有遮尼啊，有遮尼啊传统的复古。来，猪油泡啊，哈、哦，潘先，我真是食素食，我品起来好。啊、哦，上无食，会当食咧两碗饭，搁食袂饱，真正猪油泡啊，煮豆腐啊，又搁香，又搁咸淡，又搁好食。好，这个啥？王来豆浆啊，是无？好，这伫阮伫屏东，这是特色，甲王来去甲生，阮家拢讲叫做王来。豆浆啊，好，所以讲这自古早，自因做囡仔食较大，伊当今八十外岁啊，哈，安尼有老无老？好，唔免讲，即、這个烟尘，那迄个时代有通啊，即条啊，因倒是冤家，好野人，哈、哦，那无即条烟尘，无可能哦。然后呢，即块菜头龙啊，哈、哦，你那伫铁路便当。无一个便当无即块，啊，迄嘛就古早甲真着有啊。好，那即块乌豆乳啊，搁较免讲，啊，一碗饭若有即块乌豆乳吼，我甲你讲，又搁食两碗饭，哈，啊，难免一定爱一个菜来点色点缀。你看卖啊，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、五项、六项啦，哈，六项的时阵，干啊，一项是青菜啦，咱人当五脏六腑啦。伊只五票对一票啦，所以讲这个人今日食这个物件，安怎食都袂够劲，安怎食都袂中风，安怎食的时候，放来就存拢是安那有咸淡会消烂。所以讲他已经通过迄个半数，无普通我是讲三项青菜、水菜，三项迄个三项咸淡，安尼好做相辅相成。或者温补，基本上就是五种温补配一种冷寒菜，所以讲这个配这样的配法呢，可以说顶级啊！亲戚朋友、街坊朋友，我临时会当互你预约啊！你若要想要食咱的副帮主之嘞，你电话甲卡来，看几个人要来啊！要番薯签饭等你，真正食出来，互你享受。安尼看你真会流嘴。会流嘴齿烂无？好，再个一块咸鱼，那这块咸鱼啊哈，我唔知影讲我是无习惯哦，我食菜是我自己要食哦，所以讲我唔知影我自己会
会心动无？哈、哦，真个恰恰恰啊，香槟拢恰恰恰。我上惊就是咸鱼真无恰，伊迄咸鱼真无恰，足臭车，有够臭车啊！哇，竟然六票对一票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讲这个吃饭呢，不是今仔一定爱今仔一顿爱吃安尼，不是不是，咱今晚饭其中若有一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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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那这项，干那这项，较免贵，青菜水有较免贵，剩的这拢无水，所以讲我就是爱恁吃安尼啦。好啊，我唔是叫恁逐工拢食安尼啦，唔是啦，是讲食嘅物件三不五时吼，哎，恁猛食啦，加减食啦，较袂身体较袂遐虚啦，较袂遐冷啦，哈、啊，所以讲这个可以说是满分啊。这个哪讲今日，和我拍这块片呢啊，哎，我感觉蛮有面子的，安怎，无甲我闹亏啦，啊，可以说也是啦，哎。他等下哈啊，唔知安怎好好的来奖励他一下哈。安今天怕你不要讲钱哦。好，帅哥来过关，拍一下跑啊！来，接着上来。邱老师的，接着邱老师的啊。好，安来看邱老师啊。好，哎，再有一袋菜包呢啊，来一袋菜。菜包两个哈，哦，菜包两，哦，赶快买一袋咸鱼，赶快买一袋腌菜，哇，来这个青草莲哦，这个什么碗粿，啊，高丽菜干，我拢甲恁讲，高丽菜正瓜，高丽菜干正瓜，较袂遐冷，好，高丽菜干，哦，这个菜包，好，这个菜包的是啦，都有先古早安尼切切的安尼。安尼，甲炒一下，这啥芹菜？哦，芹菜干好。然后这第啥？撇菜。这啥物撇菜？菜头的撇菜。好、哦，这第讲叫做菜头的撇菜啦，哈、哦，菜头哦。嗯，然后呢，哎，伊呢嘛是有咱的应时啊，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即马呢你甲看哈，一项。两项、三项、四项哦哈，应时啊五项，撇菜六项，菜脯七项，菜，个咧菜干八项的时候，伊干那一项芹菜量尔。你看麦啊，八项温补的菜，干那一个芹菜讲来的量，伊进来食这个便当，食了会脆钱无？没。所以讲的时候，你啊看这个便当。无论对一项，你拢会当拍开来食，各自来吃。今仔食这個，明仔再食这個，后日食这個，后日食这個，吼，会当顺回来食。所以你讲食，找无物件通好食，吼，是人用心去找尔。好，这个嘛通过，嗯，来宇璇，下再唔来滚三碗哥，嗯，好。你也过来，先看嘞，啊，食半工，啊，伊甲我讲，因较早炸便当，讲拢爱炸番薯条，哎有，啊我是番薯烤，好，迄饭内底拢是番薯烤，一烤一烤，一撮米尔，一撮饭尔，好，所以讲的是啊，番薯烤代替饭面食，这是正确。所以讲，即卖咧，互恁食番薯签饭嘛对。所以讲，这嘛真符合。好，所以讲下是啦，同款，因较早拢好野人个款，拢会晓做便当哈。好，即个是鸡啊，暗鸡啊，吼，这吼无咧炒嘛，无咧煮个，哈，即个是规块生好好。所以讲，若要食，阮妈妈即几条哦，安尼几条哦，哈。我咧讲，恁爱听。恁今日无通过的人吼，恁爱个看咧吼，来这暗鸡啊吼，全掠落尔，安尼轮解解哦，啊全安尼掠一地啊，安尼掠一地，就便当就甲揢落啊。莫讲便当，你食饭的时候，我妈妈嘛是安尼，掠一地安尼吼，安尼去碗饭就甲它配这个暗鸡啊吼，暗鸡暗一个，你看麦啊好。所以讲的是呐，
哎呀，同款哦，哈、哦，伊嘛是有印时啊。好，重点来啊，这个就是咱的客家孔雀妹。我跟你讲，伊真正是白母的，啊、哦，你看伊白白哦，然后叉起来的时变青翘翘，有无？所以讲，这好物件哈，它的叶绿素是藏在菜内底，拄到烧，伊才会拼出来。啊，那无，伊都无遐青啊。所以这个物件，我就认为讲，伫咩啊菜内底，它是顶级的好，是安怎？好食，这个重点，搁真久，时间搁拖久，嘛是重点。好，哦，这嘛有一个菜包，好。这菜包应该是温长有炒啊，所以讲的是啊，就有多了这一样啊，这啥？这啥？菜头好，韩字袂念哦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干那一项菜呢，所以通过，唔免讲，拍一下破下咧。哈，哈，讲好这猪油搅豆油的饭，啊，当然是咱的大腿鸡粉的饭，哦，啊，那这碗哈，哇，真正猪油味，哈哈哈哈，好，所以讲的是呢，哈，这个。安全咸鱼，这个是什么鸡？咸鸡啊，生的黄奶豆浆啊，乌甜啊，哎，好、哦，乌甜啊，有块乌甜啊，哈，啊，这啥？赶快，嘛是客家妹，好，赶快有迄、那个。有猪油泡啊，啊，啊，同款嘛有各类菜。好，你看哦，一个麦饼，两个麦饼，三个麦饼，四个麦饼，五个麦饼，六个麦饼，七个麦饼，对，两个下饼诶。好，过关，看没有？哇，哎，哦，还有一项，八个麦饼。好，这个倒是迄个，哎，倒是重点。咸菜的尾啊，迄层独特的含土豆来去制作丸啊，这个物件我会记得讲，在阮家咧拜拜咧做鸡，也是咧创啥货爱拜，是要拜外口啊，要拜厝内底，我唔知，我妈妈都会去制作啊。吼、哦，安尼这个物件吼，就确实真无当食。哎，台湾朋友无当食哦，啊，这是他们拿手哦。所以我今麦咧甲恁介绍这个物件哈，是可以今麦就互你点阅哦。我来我园啊，想互你趣味者，唔是来我这干呐，食青菜啊，食这温补品，哈、哦，这温补品拢是我老尾创作的。我今麦要甲你回顾50-60年代的温补品，所以要甲这带动为家来哦。只要你有预约，我恁说搁卡安怎，我绝对用互你食。好、哦，那这味来讲是我学了哦。哦，这是真正有够好食的物件，哈、哦，菜咸菜买啊买啊，咸菜买啊，来，好，一袋菜包卵，哈、哦，这是菜包卵啦，哈、哦，然后两袋啊，各类菜干，然后这是米梯。你是食菜人吓，所以讲的是啦，这个米梯，你拿我来讲吼，确实伊是古早的物件，无唔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那是我感觉这种罐装的物件我较无爱，吼、哦，我啦，这是我啦，吼、哦，安尼罐装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伊真正是古早物件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看伊的菜脯真嫩，袂冷，各类菜干袂冷，唔免讲，这个米梯嘛是袂冷。啊，学了重点，伊无青菜，啊，所以讲伊嘛通过。好，所以讲的是啦，迄个时阵啦，讲炸荷包蛋啊，哈，
敢那较无可能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阵，所以讲即地啊，吼、哦，未过关的原因就是讲，迄个时阵，他有这个荷包蛋糖要食啦，吼、哦，然后的时阵，菜头龙啊，吼、哦，有这菜头龙啊，真正有，吼、哦，菜脯这嘛有。哦，各类菜瓜这有无唔对？好，青菜嘛拢总有哦哈。咱来看哦哈，其实菜头龙啊哈，确实来讲，你若问我讲有够温补无啊哈？哎，我的感觉无够温补，啥啦？因为伊个菜头水还佫滴咧，伊只规地佫肥肥个水，所以我讲菜头水较恁贵，啊只肥肥嘛。所以讲，讲正经，你若讲问我，哈、哦，伊输菜脯，因为菜脯上个无水，好。所以讲，这个无富含，这个两个有富含，菜脯三个有富含，啊、哦，各类菜瓜有富含，啊、哦，那配一个青菜呢还好，哦，伊内底够这鸡鸭肝吼，哎，这敢那咸鸡鸭生的还好，所以讲这鸡鸭较早我那个上高生就是暗鸡啊，哦，所以讲，那讲要吃来讲。一个冷，两个冷，啊、哦，还好啦。我跟你讲，两包未过，安尼勉强啦，勉强啦，吼、哦，勉强好过关啦。好，哇，阮这个哦，嘛炸这是啥物碗糕？好、哦，你若讲像这个菜头龙啊，哦，哈、哦，我拄啊跟你讲，伊是还佫肥肥的水，啊，不过伊是去生豆腐啊，哦，好。安尼就是破掉呀！安尼即块即粒豆婆啊，含伊安尼啊哈，安尼可以相辅相成。啊，所以讲你若干那菜头龙啊，无豆婆安尼哦，超过量哦，吼、哦，咱坦白讲，是安那伊无消水，好、哦、好。所以讲的是挂菜有，这个挂菜自咱出世都有，无唔对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个挂菜今仔拿来做挂菜瓜，唔知偌好。好，这是青哦，这青菜较恁贵哦。哦，伊人我讲我只有煮饭要给伊，因这种传统的人，你看伊自己煮，你看没有？伊内底甲咱的粽领着一块，甲咱领领番薯签甲油脂，迄个金骨粉签，吼、哦，安尼两个甘做伙，内底搁有日本人的精神，一粒糜啊，你看没有？其实这个便当啊，哈，干那这粒糜啊，安尼就上好食呀。啊，当然，搁来配一个菜头咯，搁配一个青菜，哎，迄免讲，一定食到上饱。何况呢，日本人上爱糜，好，这免讲温补品哦。重点啊，较早哪有这糖啊食呢？哈，实在食到很怕，你听无？我妈妈上楼怕我，伊讲。囡仔人未做工课，未趁钱啦，唔好食遮济饭啦。我着足奇怪，我着足贤食饭个啦，唔知安怎呢？个性足枵个啦，我着交怪。活动量啦，逐工安尼爬山，爬树啊，是毋是活动量足大？啊，是毋足枵个？啊，所以伊愈歹互我食饭，我着愈枵啊。啊，拢嘛这安尼拍开个时阵啊，讲正经，导游甲递一出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嘛有即个食法。蒜头甲卡一撮仔落，哦，一卡饭共食要到半卡饭，好，这个真正通过，嗯，来，来，米梯，有影，即摆咱贵家上是食素食啦，所以讲这个米梯正港的。我甘愿伊去买米梯来煮，我嘛无爱互伊配迄个米梯罐头，因为米梯咱来买来煮就好啊哈。所以讲米梯对，豆瓜嘛算无水的菜，好。啊，这叫做雪里红哦，好，这叫做雪里红，好，这真正，好，这叫做菜头茎，菜雪里红就是挂菜，较细长的挂菜啦，啊。然后有影孙媳，吼、哦，较早的人若讲有一个孙啊来食呢吼，啊、哦，又搁食袂饱，好，所以讲孙啊，虽然吼，伊、哦、这是有生过，吼、
但是伊个笋啊，小块还佫肥肥，伊若来笋干就对啊，啊，这毋是笋干啊，所以讲真个还佫本地较冷个哈、啊。那这个菜讲正经哈，炒姜丝这嘛冷，所以讲伊是一个袂冷，豆干袂冷，米天袂冷。好，然后你提啥？迄啥？一个碗粿，一个。好，那是讲这个碗粿，这个碗粿对。啊，这啥？碗粿这啥？这啥？这啥？好，扫完了。所以讲，这碗粿这煮炸的有啊，吼，这唔免讲，这碗粿，吼，啊，然后这啥？来，这个是迄个，这种碗粿甲扫完了。哦。我唔知影讲往来罐头有摕来配饭无啦？敢有人往来配？啊，配饭也是食七头，是七头。哈，所以讲这个往来罐头有影。哈，我以迄个八九岁，阮大东啊，哈，就有往来罐头的工厂，我就去做童工啊。迄个童工就是伊往来哈，为了经过一个机械，就甲伊的心就甲脱过，脱过了后。往来就开始切，切一片一片一片啊！我示范给恁看哇，迄拢爱徛伫个空杯啊，因伫空杯啊咧捡往来就对啊。哎，往来头一看就有啊，迄往来头看无人的时，摕到了后就较紧哭嘞，较紧把迄块往来头较紧就着出切出切嘞，再搁爬起来。哦，迄个时阵哪咧有往来头通啊通食，搁来着往来心。那王来心哦，头只较袂过关，因为伊规颗长长，你一嘴煮袂落，然后你要搁端遐夹咧食，较袂过关，伊爱搁剥，啊，所以咱会上迄个王来头迄、那个地头。好，所以讲这个罐头呢，嘛是算古早的物件，好通过。喂嘛，你哦，哪里？哦，哦。咸鱼切。所所说，昨听到了詹梅暗暗下班啊，讲伊要去买物件，这拢现伊家己煮的。好，咸鱼哦，来豆干哦，我拢甲你讲，较早若炸饭若有一块豆干咧吼，哦，豆干籽啦，豆干籽啦，都已经袂歹啊。好，好，重点来啊，我甲恁讲，绝对若有这粒来讲，因兜就好野人啊。嘿，绝对的，我敢讲绝对的。哦，那是我炸着来讲安尼啊吼，我规个饭食了了，这粒我拢我搁藏条条。同学，我有这个呢。同学，吼、哦，这粒呢唔甘食到嘴内，嘴内是啊，袂输甲恁点点讲，我今仔个就是有这粒。好，所以讲的是啦，好，这个笋瓜唔免讲，这是真正要啥人爱食的。好，搁这个是啥物我搁？迄个啊，变做迄个豆包啊。哦，豆包煮啥？豆包啊，咧炒迄个咸盐啊，迄粿啊。豆包啊，啊来个鲜，个粿啊，咸粿啊，哇哇，咸粿啊，迄个鲜的咸粿啊。个咸粿啊，片落鲜的，哇，免讲，这个便当干呐，看起来都一直咬起来。啊，所以讲你啊，看麦啊，温补、温补、温补，三个温补，四个温补，五个温补，虽然六个温补，虽然我甲恁讲，在啥？德顺啦，小可有担心，但是还好啦。所以讲，这个便当，坦白讲，真若讲来食饭，若无食三碗，都我互你蒸。哎，通过，哇！啊，伊好辛苦。这块是王来豆子嘛？啊，这块是啥？菜刀，迄个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日本人拢爱这种菜头，对，好。啊！若即块菜脯卵即正讲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阵啊，吼，几乎菜脯卵吼，敢若强强要有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卵咱家己，像我妈妈伊家己会饲鸭，会饲鸡啊，啊，所以讲诶是咧变 Q 来，拢毋甘卤卵，嘛毋甘煎菜煎迄个荷包蛋，来就是菜脯卵出来，所以有时啊一工一顿嘛，敢若一个菜脯卵尔，好。豆乳好，这块咸豆乳，然后这芋这啥？好，一个茄啊，一个花椰菜，两票无冷，无两票冷，豆乳袂冷，豆包啊袂冷，往内豆子啊袂冷，菜脯袂冷，
这地袂冷，这地嘛袂冷。哦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看你吃饭吃饭，来。咱讲正经哦，这是虽然啊哈，因为我嘛甲恁讲，你和我无面子，因为我要一千块给伊，伊竟然甲咱去买一罐这，讲要来配这物件。坦白讲，我无爱和你过关，哈、啊，我唔相信讲你善改，讲真正讲无才来去买物件来吃，哈、啊，我嘛唔相信讲你甲来配伊人名，哈、啊。一袋咸鱼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茄啊，挂菜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芥菜吼。好，所以讲一咸鱼袂冷，再迄个撇菜袂冷，个个菜干袂冷，三票。三票未冷，结果三票冷诶，茄仔冷，糖虾菜冷，所以这个花菜嘛冷，三票冷，三票未冷。哦哦哦哦，好加再加一袋，好加再加一袋，安尼有四票未冷，三票，三票未冷，三票冷。哦，你差一寸啊哈。哪卖好，我看到这点，我不要让你过关。好，通过。伊个在一直讲伊炸这個，我一直想，因为自我的童年，我都改成唔捌便当去炸着皮蛋啦。买啊肉啊，迄阵拢买啊肉咧食个。买啊肉，但是都袂伫便当内底啦。另外炸。嘿啦，会另外炸啦。所以讲，伊那个另外炸还好啦，伊怎啊放伫便当，安就是不好啦，啊，嘿啦，因为伊有咸咸嘛，啊，所以讲有一个马仔肉，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这个物件改成吼，嘛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，讲安尼有通好食啦，吼。好，菜脯、豆乳，这个哦，这啥？模样，哦，这陈奶奶模样哦，今年哦，好，个。往来豆子啊，吼，即块，敢是？往来豆子啊，好，所以讲伊即个拢总无青菜，所以照你讲，伊嘛是，所以讲即个可以通过。一个咩啊？这什么菜？好，白莲啊菜，冷，笋丝冷，红菜头冷。冬粉，冬粉哦，好，冬粉还好，冬粉算袂冷。然后这啥？这啥？囡仔嘛袂冷。然后这个是一块一块的是啥？红菜头啊，番麦啊，搁豆仔仁。好，所以讲一票袂冷，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。四票，投入五票，应该六票，好通过，来。我拄仔有讲，我若互伊通过吼，我倒袂相信哈，因为我都甲你讲，我都无，我的童年，我的便当都无荷包蛋，搁再来你也看卖，完全袂过关的原因就是。只有一个高丽菜冷，只有一个这什么菜？咩啊冷？两票对一票，未冷。安尼要来过关，所以我咧教恁食物件，就是三项物件爱两项未冷，安尼才会过关，所以未过关。你个迄个狐狸嘛，还阁未过关。高丽菜冷，迄个啥？即个啥？花青花菜冷，啊、哦，所以冷的时阵啊，哈，面肠啊，哈，面肠啊袂冷，咸鸡啊袂冷，
两配两两两个鞋领，两个袜领。然后，这个饭是伫恁家炸来，哈、嗯。伊若伫我遮吃饭，我互伊讲，互伊通过，是安那？一碗饭我拢甲你讲，较冷贵，白就是冷，水丢一滴水，水残一流水，他在煮饭煮糜，搁一道水，所以讲一碗饭上冷，就干那用糜啊来泡冷，用番薯签来泡冷，所以讲的是安尼，等于讲伊只有三项冷，饭冷、菜冷，哈、哦，干那面汤啊袂冷，干那这个菜头拢啊袂冷，两票对三票，无过，不通过。哦，这个菜包呢有过，烟钱有过，鱼啊有过，好，鱼腹，哈、哦，这鱼腹、肉腹，这拢算无水的物件，这会过，哈、哦。然后，这个敢那茄外款，然后豆干子，哈、哦，安尼伊只敢那一票花椰菜，甲一个茄啊，未通过呢。剩咧就一两三四五六七通过，这啥物饭？好呀，人咧煮啊！哎呀，咧赢啊！较早无这个物件通去食，你若较早退来，我咪个卖互你通过，有食遐好啊！好，这粒卵有对啊哈！啊，讲正经的时，这是阿转啊顶啊下落尔，唔通要算小哈！好。其实今仔，太真来讲，恁今仔吼咸鱼伤过侪，拢是阿转啊阿转的代志，吼。我已经知道啦。哦，恁来知啊？哦，来，各类菜干袂冷，花椰菜冷，茄啊冷，所以讲安尼还佫有一，一两票袂冷，两票冷，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。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，四票对两票通过。菜包呢？你来找你的灯，你无用个灯。好、哦，来你用你的灯，无要紧，也袂忘掉。好，免看，免看，来，伊只有一项青菜，但是菜包呢，搁一个。两票、三票，搁一个咸粿啊，四票、硬粿啊，五票，好通过。好，谢谢。那是古早时代，若有这块，若有这粒土豆啊，哈，都拢唔免菜啊。食饭食糜，伊就敢那配土豆，这属实的。因啊，阮爸爸食菜拢无三人去食，阮母啊。定定咧炒土豆，所以这我足知影哦。有够复古，然后哎，咸蛋安尼对，确实便当若有一块咸蛋啊吼，这块便当会足好食。然后这块啥？哦，惊死人！这块敢免配三碗饭呢啦？哦，往内倒芝麻啊，这块啥？这啥？这只包这啥？菜头龙啊！哦，要惊小龙啊！这是要嚼救囡仔呢啦！啊，好，花菜，冷，乌桥啊冷，花菜冷，菜头龙啊冷，乌桥啊冷，多一票袂冷，两票袂冷，三票袂冷，四票袂冷，好，通过。啊，这个好啊！对唔起啊，乌甜仔嘛有啦，迄个时阵真正有乌甜仔糜无唔对吼，古早时代都有乌甜仔糜啊吼。那乌甜仔糜一定爱创啥呢？一定爱鱼脯，一定爱菜脯，搁有虾皮嘞，干嘛呢？来，鱼脯袂冷，菜脯袂冷，虾皮袂冷。好，即摆来看这个菜脯糜，伊内底下啥货？你下啥？你当伊煮的，你唔知下啥？香菇。哈。还好啦，香菇嘛算袂冷啦，吼。乌甜啊！啊，乌甜我知啦。吓啦，啊个袂好，土豆袂冷，鱼腹袂冷，咸鱼袂冷，通过。迄个时阵食饭
煮要去原煮，就是会有一个水果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无伫咱兜咧食饭，无可能有这啦。来，哎呀，经理啊，快去还人家。这我的，是安怎还人家？你的哦，哦，你改个。来，豆干煎袂冷，丸仔袂冷，咸鱼袂冷，烟肠袂冷，土豆袂冷，这点的什么碗糕袂冷？鸡啊，鸡啊袂冷。伊这内底六种拢袂冷，干那一项。花椰菜。花椰菜会冷俩，吼、哦，搁有两块啊，这干那。这啥？哦，这笋干。笋干，吼、哦。好，这碗饭内底都有梅啊，所以讲通过，好、哦，太棒了。谢谢。那今天呢，这是什么梅啊？好，恁今日若有梅啊饭，我拢会互你通过，哈、哦。所以讲梅啊，鱼腐、鱼腐啊、肉腐，拢无要紧。土豆、咸鱼、咸鱼，这内底都干那刺，那个啥鸡啊，那个嘛嘛，桥啊啦，桥啊。甲这个笋啊有较冷，但是伊有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四票、五票的袂冷，吼、哦、通过。哇，安尼真歹势，几个无通过。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，我要爱恁，甲古早的记忆用心，搁去甲吹。所以讲，这个活动我会一直继续，哈、啊，我常常会来办公的时候，因为正要出去外口，讲要食餐厅，我也无爱食。讲正经，正讲要带恁出去食物件，这个机会较无啊。所以讲的时阵，我会常常办。按、啊、讲正经啦，这个天遮热啦，外口也无啥物通好去啦。咱甲咱这个所在，本来人我就讲起这个破竹仔厝，就是要互恁。要让您活动来这秘书退休闲退休来这活来这活动啊，所以讲我答应啦，讲落便当的时阵，我拢答应让您用车的，好、哦，这是我已经开一道门。好，亲草朋友、丐帮朋友，我咧今日讲这顿饭安尼啊，吼，会冷甲袂冷，您已经有清楚无？然后的时阵，复古的食物，伫开始咧食遐的时阵，无人生癌。无人生牛，无人生狗，无人洗腰子，无人坐轮椅。我安尼甲恁讲，恁家去想就好。那为什么无爱来回转去以前来食？是安那一定拢要食即卖的物件？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带这个菜单哈，所以讲的是喏，这个菜单恁家己若记有条，恁随时会当打电话来，哈、哦，咱随时哦，饭甲你含之前饭也好。大腿子饭也好，随时甲恁穿便便，然后恁点的菜，我一定甲你办甲到，哈、啊。所以讲恁家己想，哦，我要爱啥，我要爱啥，我要爱啥，哈、啊。啊，当时要来我家，哈、啊，互你食一下，讲伫恁兜食，虽然有同款物件，含来咱的盖房了，食还是无同款哦，哦 ，OK。Thank you.
Thank you.